什么叫仁者爱人？不是那个仁者，你要能够被称得上是个仁者，你应该怎么样？爱人。爱什么人？爱别人，爱跟你没关系的人，明白这意思吗？爱统治者要爱被统治者，被统治者要去爱统治者，这样才能够社会和谐，让世界充满爱，就这个意思。爱爱让世界爱，这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对吧？哎，你得做到这一点，对吧？你得做到这一点，啊，师生之间也要互谅互爱，是吧？老师别吹胡瞪眼，学生别成心气老师，对吧？哎，达到用和谐社会，这叫仁者爱人。怎样才能做到仁者爱人呢？最关键的叫人人都遵守什么呀？礼。他这个礼指的是什么呢？周礼。周礼就是一种国家的，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社会秩序、根本大法这种性质东西，不是说文明礼貌，不仅仅是文明礼貌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是用秩序，对吧？这个理念啊，这样一种东西。比如说，中国古代最强调的是礼制，是吧？礼制是吧？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是，皇上、天子啊，咱不说皇上，就天子，先秦时代没有皇上，天子。一出来脑袋上顶一搓板儿，挂一串蒜饭珠子，是吧？沉着的那玩意儿，是吧？所以天子平时出来一般情况下不穿这一身，他一受罪这玩意儿是吧，这好几十斤戴脑袋上都直不起来，是吧？拿棍儿支的就这样，是吧？天子一出来哗一大搓板儿，这个搓板儿一尺六寸，是吧？12串蒜饭珠子啊，这叫冕旒冠。啊，上边是冕，底下是旒，啊，一尺几寸，网上反正一尺多，啊，然后诸侯9寸，这玩意儿9串蒜饭珠子，是吧？然后再往下的卿，大夫，这个6串，士3串，再往下就没有了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它都是有严格规定的。你看那个今天的那个。就这个韩国人啊，韩国人很厉害，是吧？考证出孙中山是他们的，是吧？考证孔子也是他们的，好像菲利普斯也是他们的，是吧？都跟那考证啊，考证谁谁谁，只要世界上出个名人，就一定是韩国人，是吧？就一定是韩国人，是吧？英吉利海峡也是韩国的，是吧？大西洋也是韩国，全是韩国的。但是你看，就韩国的那些个烂电视剧，是吧？啊，那些烂电视剧，是吧？这个。尤其他的历史，这就是说，我不看他的现代剧，这我看不懂。历史剧我能看得懂，我看那个韩国那些个动辄180集的历史剧，当然是摁着快进看，是吧？因为中间落30集绝对能接上，是吧？他讲的事儿就跟昨天那就没什么区别，你落30集绝对能接上，是吧？摁着快进看看，那一看，我特别爱看他的这个道具，是吧？看看他道具，哎，这个比中国的这个历史剧的道具真实的多，特别是他们国王脑袋上的蒜粉珠子，我数。六这个9串，这才是比较忠实于历史的，对吧？你说这个韩王能不能带12串的珠子呢？你要带了之后的结果，咱天朝大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是吧？跨过鸭绿江我就灭了你，我就哎，所以他只能带这个9串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要制定这个礼制。故宫大门上的铜钉有多少颗？99821。亲王府呢，88644，郡王府77409，对吧？你绝对不能乱来的，是吧？我看那个一个印刷厂钉了100多颗，是吧？现在嘛，民主社会了嘛，对吧？民主社会不能乱来的，是吧？他为什么要制定这个礼制，规范人们的什么？哎，行为就是你别逾越。如果人人你是那个阶层的人，你就安守自己的本分，那社会也就怎么样？安的和谐啊，能明白这个吗？啊，也就和谐。比如我是老师，我上课讲课你们必须听，对吧？你就认认真真听啊，然后你别上课别捣乱，这个不就和谐？你学生的本分是什么？是吧？往往出师生起冲突的时候，就是学生逾越了自己的本分。那在这个儒家思想看来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逾越本分啊。老夫子有一句话：“士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，这都可以忍，那还有啥我忍不了的？就是说这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，能明白的意思吗？那这是啥？什么事儿把老夫子给气成这样？
鲁国的大夫季氏开 party， 是吧？哎，开 party， 中间找这个舞女啊跳舞。周礼规定，天子开 party， 64个人跳舞，诸侯48个人，季氏这样的大夫是32个人。结果季氏动用了64个人跳，就是他摆出了谁的架势啊？所以孔夫子说，礼崩乐坏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你一个大夫，你开趴了，你搞天子的仪仗，愤然离席。我们今天看起来就觉得老夫子特别怎么样啊，愤青，对，你太搞了，也有钱，来200个人跳你管着吗？是吧，我有钱，我请得起，是吧，我请得起，是吧，那抽粉有的是，那扎，是吧，一人一针没问题，是吧，我请得起，你管他来多少人呢，是吧。哎，那个时候是绝不允许的，啊，理智是绝不能破坏的，能明白的意思吗？哎，所以孔夫子在这个什么上面啊，就是他是政治主张主要是这两点，是吧。另外一个呢，他就是说由这个人出发导出来，他认为统治者要想这个统治的好，就应该实行什么呀，仁政。哎，仁政，是吧，就这个意思，知道就完了啊。好，政治主张。第二一个，教育实践。这里边呢，主要就这么一点，主要有这么一个啊，就是这个有教无类。然后呢，兴办私学，啊，孔子以前学在官府，就只有什么人可以这个上学呢？就是贵族，这个贵族子弟受教育呢，平民乃至这个奴隶的孩子是没法受教育的。那么孔子呢，就是主张这个有教无类，我不管什么人我都要怎么样教育，只要他愿意接受教育。所以他一办私学，就打破了这个学在官府这种局面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所以这是他的教育的这个实践，是吧。另外一个呢，啊，你比如说啊，就是说这个，就是咱们教材也强调这个，但是这个你记不记就无所谓了。说孔子这一生啊，3000弟子，72贤人，啊，3000弟子，72贤人，啊，他这么多学生啊，3000，然后72个贤人，是吧？